我现在在 Apex 给大家拍摄一套独栋的房子。今天来给大家拍摄这个社区呢，因为这个社区地理位置相当的好啊，面积也比较合适，不是那么很大，也不是很小，比较适合初次自住或者说是你来投资出租都可以啊。是四房的这么一个户型结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社区的环境。Life in North Carolina is a personal YouTube channel to show the beau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her daily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n this channel, you will find the city's natural beauty, the shopping, traveling,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a lot more in North Carolina. Go to YouTube and check this out.这个就是小区所在的环境情况，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房子它边上呢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社区公园，非常不错环境。那么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呢就在这里，这个是它的一个外立面。邻居之间的间距非常宽啊，边上等于说是没有人家的，右手边跟边上那个邻居看在那么远的地方，还是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哈。也把 fence 做掉了。好，我们进到里面去看看。这院子好大啊，而且蛮方正的。你别看它这边树啊感觉挺多的，但实际上它跟房子的距离还是蛮远的。然后这里很大一片地方都很平整，又有一点森林的感觉。好，我们来看看它后面还有个蛮大的 deck。接下来就进到里面去看一看房子的结构状况，它里面做了一些更新，还算不错的。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房子的外面，这个是它的前院的一个 front porch， 很宽敞，然后两层 roof， 大家看很新啊，换过没多久的。这里放了一套这个摇椅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进来之后所看到的区域。先来看看左手边这一个比较规整的一个客厅。那因为这个房子年限的关系，层高就不是太高，这个应该是8 feet 的层高这个区域。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是一楼所用的一个卫生间。那它所有的这个卫生间呢都做了一点更新的，还是蛮不错的。这里呢就是一个 closet 放东西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客厅边上，这边是一个餐厅，窗它都做得非常的高啊，感觉像落地窗一样，所以它采光呀效果啊各方面都挺好。好，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厨房，看一下啊，就从这个客厅的角度，你在餐厅和客厅都有两个门框，其他都是属于厨房的部分，所以有点像封闭式的厨房，还是不错的整个感觉。像这些都是做了更新的啊，花岗岩橱柜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你看还是很舒服的，储藏空间也很多。这个岛台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柜子啊抽屉。那么这个里面呢它是洗衣房，洗衣房和这个 pantry 可以放一点东西的。然后这里是一个单独的 pantry。 好，我们这个角度再来看看厨房这边，这里呢就是一个 one car garage 的，也有窗也有门，所以自然采光非常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后院。我们现在从这个房子里面出去看看，这个 deck 也很宽敞啊。后院真的是方方正正，很不错的，有一种林子里的感觉。整个一楼全都是这种实木地板。那我们现在上二楼去看看。二楼呢有四个房间，地毯也是新换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右手边，它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两扇窗帘采光很好。里面是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每个房间都不是很大。那三个房间共用的卫生间呢，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它的这个台棚是单台棚的，用起来可能比较紧张一些吧。你看这里也做了一点的挂毛巾的这个挂钩啊什么的，这有一个非常小的放那种毛巾的淋 closet， 像这个台棚啊柜子都是已经换过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另外两个小房间。这边这个小房间呢也很方正，那这个就可以做成一个单人间，这就比较简单方正的这么一个空间了。好，那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房间啊。那这个房间颜色有的人可能会不太喜欢，原来比较个性化的啊。你像这种的话可能都要把它重新涂料涂一下啊，因为它原来都是小孩子住的。好，我们最后看看这个主人房。那主人房呢也还算好，不算很小的房间，也很方正啊。这边呢它是两个挂衣服的那个 closet， 它不是哺乳室的，这个是它的一个主卫，主卫这边呢就是带淋浴的一个浴缸啊。那么这个是比较原始的，这个就是说已经做过更新了。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隐藏空间，这个阁楼啊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的，这边很大一片空地啊，很大一片空间可以放东西，空调的一个管道。好的，这个房子的结构呢就给大家拍摄到这边。好，那这房子结构呢就给大家拍摄完毕了。那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房子户型结构是四房两个半卫生间的，房子面积呢算比较小的，只有1630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这样的面积呢能够做到四房是非常不错的。物业管理费也比较便宜，23块钱一个月，持有成本是非常的低。地理位置呢我觉得是特别不错哈，在 Apex 离边上的一个这种 shopping center 非常的近，走路就可以到，还有公园啊什么都很近，购物非常的方便，学校也很好，是 Apex Friendship 啊，学区也非常的不错。像这样类型的独栋房子已经非常非常少，价格呢也不算很便宜，但也不算很贵。如果对这个房子感兴趣呢，赶紧联系我。到周末的时候，基本上被订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谢谢大家，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分享、按小铃铛、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